我是 Dennis Chen， 是多伦多艺术家交响乐团的 CEO。 我想说一下我们为什么选这个曲子呢，主要考虑这回有一个华人的听众，我们想把华人的听众的兴趣也都感觉融在一起，中西结合起来，就来自乐团来自多伦多各地的都是专业的一个乐手啊，我们就在首天在排练，希望你们期待以后能够喜欢这曲子。您这是一个全编制的交响乐队？对，全编制的。多少人？因为我将近加起来可能六十多人现在。六十多人。六十多人。好的。您为什么要演奏《白毛女》？因为《白毛女》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曲目，这块有好多的移民吧，都很喜欢这个，但是当地的西方的主要的交响乐团他们不会演奏的，我想把这个空缺补上。把咱们华人的兴趣也通过交响乐的形式给表现出来，西方的结合在一起。那时候外国人演奏这个白毛女是不是有一些困难和隔阂？对，他肯定没有演奏天鹅湖这些东西顺手，但是呢通过练习通过讲解他们也会最后能理解，这是肯定的啊，最后最终还是可以做到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好，祝演出成功。